一般人都不知道光头强的四个隐藏身份。强哥并非一个简单的伐木工，光头强隐藏身份一，千亿富豪。作为强氏集团唯一合法继承人，他是一个一出生就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男人。他将继承强氏家族453家跨国公司以及3000万亿不动资产。这个财力是有多么的雄厚？打个简单的比方，天下财产共分10斗，强氏集团独占8斗。我强哥来当伐木工，只是为了体验生活。咱们一起为贫穷的强哥点赞。光头强隐藏身份二。大五子强哥只有拜师少林学艺，小小年纪便精通了少林72绝学，成为少林寺百年难遇的练武奇才。他强大的气场，即使看你一眼都会让人心惊胆寒。光头强隐藏身份三，封号斗罗光头强。在斗罗大陆中，光头强是一名99级强攻系封号斗�罗，拥有4个10万年魂环和5个100万年魂环，实力非常强大。光头强隐藏身份四，歌唱家。大哥唱家强哥一首《孤勇者》嗨爆全场，用热血点燃青春，用激情谱写未来。你吗？这冷绿的披风战马战啊，一最卑微的梦记得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你还知道光头强其他的隐藏身份吗？感谢小半点这么做，查文说点，下期用圈。